让我们试着使用 TwoCapture 服务的应用程序接口来解决验证码问题。GTest 验证码是一种非标准类型的验证码，但我们也有解决它的方法。在 GitHub 的 TwoCapture PHP 上有各种类型验证码的脚本示例，其中就包括解决这种验证码的脚本。此外，还有安装这些脚本的说明、配置说明、错误处理程序和其他必要信息，以解决各种类型的验证码问题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添加唯一 API 的文件。在注册和授权后，你可以在 twocapture.com 服务上找到 API 密钥，在文件中还添加了错误处理程序脚本的代码，也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。我们建议使用代理来解决验证码问题。在该文件中，你需要将代理数据上传到 twocapture 服务上，包括 IP、用户名、密码等。为了解决 GitTest 的验证码，我们准备了一份文件，包含验证码放置页面的地址。我们还指出了解决该验证码的方法，并附有参数说明。你还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这些脚本的所有方法和示例。让我们通过运行终端所需文件，尝试以编程方式解决 GitTest 验证码问题。我们从网站页面获取解决验证码所需的参数，并将其发送至 TwoCapture 服务，然后坐等验证码解决方案。任何一个 TwoCapture 服务人员都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将收到一组参数形式的答案，这通常需要几秒钟。我们收到了反馈，这就是验证码解决方案，一组解决方案参数，我们需要将其复制，并输入到需要验证码所在的网页上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在本例中，你需要找到带有相应隐藏字段的代码片段，输入结果，并使其可见。我们把从 TwoCapture 服务接收到的数据传输到字段中。现在来检查一下收到的答案，验证码已被成功解决。